吴彦祖9岁女儿郑莲罕曝光，混血五官鼻梁超高，头发染红，十分抢镜。近日有媒体爆料出吴彦祖带全家人一起亮相某电影首映礼，吴彦祖和妻子 Lisa S 一起携手9岁混血女儿吴斐然走红毯拍照，女儿挑染红发惹人注目。 出席电影首映礼当日，吴彦祖身穿剪裁得当的黑色西服，虽然吴彦祖皱纹较多，但仍然能看出她的良好状态与喜悦心情。9岁的吴斐然是个混血高颜值女孩，高挺的鼻梁，大大的眼睛，精致的小 V 脸，整个人青春又有活力，妥妥的时尚小公主。在私下的生活中，吴彦祖是个十足的女儿奴，十分注重对女儿的陪伴。 年轻时风华绝代的吴彦祖，现在已经晋升为更有男人味的老爸。在做好工作的同时，他把大把的时间给了家庭。家人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能得到这样一位颜值超高、温柔暖心爸爸的陪伴，多么令人羡慕！